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展，所以呢，先来打扮一下自己再出发。先来擦隔离霜吧，出门一定要擦隔离霜。现在的太阳实在是太大太烈了，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电蚊棒，很简单，就把它稍微的拉直，然后卷一个微微的弯度出来，有没有？这个线条其实就已经很漂亮了。大致上，有没有？Hello， 我们来到了松山文创园区，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这个聚焦行动全球首展。那它是用胶带贴出来的艺术展，长什么样子呢？我也没看过，我们一起上来看吧。现在是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等一下看看展里面长什么样子，应该很缤纷吧。看到没有，在记者会现场有很多的茶点，通常都是这样，通常记者会都会有非常多的茶点。那我们看到今天也是一样，有好多蛋糕泡芙，其实我也还没有吃，就先来一点好了。趁着展览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吃一点吧。因为记者会其实时间是很冗长的，都会有一些长官致辞。长官致辞基本上是所有记者会最令人觉得可以快转的一个部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与会单位的长官一定要出来讲几句话。其实蛋糕还不错吃。看大家现在艺术家在示范的这个状况。超好拍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灵感来自于艺术家爱学的幻觉艺术家他的一个发想哦，所以呢在这边看到的很好照相的状态是你非常容易有一个视觉错失的感觉，会让人有漂浮的感觉。店吗？这边已经可以来跳舞了吧？之后如果再加个什么饮料的话，就超有气氛的。哇哇哇！就是很动感的感觉。
对对。Righ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all of us in Taiwan. Right now, I think we all feel very, very good and relieved. Things, everything's finished. Hard 10, 12 days of work, and now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our life. It's definitely not the first time girls invite you to the bed together, right? not all at once. Yeah, so why do you guys go take that? Oh, that'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I was not with Tape Dead. I was not born yet. No, I wasn't with Tape Dead when they decided their name, but they had some options and they finally made the decision to call themselves Tape Dead. Tape Dead. Yeah. Thank you. Bye bye. Stay alive.看这个我觉得也好好玩哦，你看这也是你可以直接跟那个展间做互动，我刚看到有人直接躺在床上，所以我也来躺一下好了，我要躺，这边一定很好拍照，所以你说什么整个人消失在里面吗？有人跟我说躺在床上棉被盖上去整个人就消失在里面，来试试看好了，整个人消失在里面，是把头遮起来的意思吗？奶强哥，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整个人消失在里面。他说躺下去，然后把被子盖上去，就会整个人消失。好，就非常适合玩躲猫猫这样。好了，我要盖上去了。有吗？有整个人消失吗？你应该要站远一点拍吧。有制作人嘲笑，他说没有把头遮起来怎么可能整个人消失，对，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要把头遮起来， OK， 那一定整个人消失的啊，我就消失给大家看。哎，这样消失啊，可以吗？